老公，今天的地单呢，给你一个，然后我再吃一个，然后再给你一个，然后我再吃一个。都给你了，我吃啥呀？生气，我今天呢给你准备的大餐，特意给你准备的大餐，噔噔。有肉没？有肉。哎，等会儿老公，你等我吃完你再吃，要不然一会儿我馋了。那我这个面条给你吃。来个鸡蛋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个酸奶，先喝点酸奶垫垫肚子，等下吃大餐。等我，深夜了，给我也来杯酸奶吧。好。好，等我这酸奶太好喝了，新升级的，媳妇多囤点啊。放心吧，已经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新升级的搅拌酸奶，它有草莓和黄桃两种口味，杯盖里面自带燕麦片和果粒，酸奶是生牛乳发酵的，而且还赠送一包益生菌的粉，倒在一起搅拌均匀，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很不错，口感呢特别的好喝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链接我就挂到视频下方了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，赶紧去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哎，媳妇不等你了，好吃了，大餐。哎啊，这啥呀？这不肉吗？这酸奶怎么吃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今天又做了好吃的，换着花样来馋我。不着地啊！这么好吃的肉，我怎能放过？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再藏起来两片宝菜吃。然后把你的可乐喝了。倒点酱油。加点芥末，让你好好尝尝味道。金饼卷肉真好吃。
冷战的媳妇不会做饭，只能吃青菜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？各吃各的啊！这家伙今天做了我爱吃的龙虾尾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先吃鸡蛋和酸辣粉，等会再吃龙虾铲铲它。奇怪，龙虾咋没了？我记得拿过来了呀。机会来了，赶快换过来。你别笑。记得拿来了，你拿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又做了好吃的。今天有红肠，我得来两片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喝口汤。吃完喝完了，再给你加点芥末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you
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老公，吃饭了。完了。吃饭。哎，过来点。哎。老公，我煮了你爱吃的鸡腿，快尝尝。鸡腿，吃啊！媳妇，念。脚心有诈，我得观察观察。看来他吃的这个没问题。今天你吃哪个鸡腿，我就吃哪个，以免上你的当。
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各吃各的啊。有牛肉饼，那怎能放过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该把香喷喷的肉藏在辣椒里。哎呀，我太聪明了。我得数一数，看看老婆有没有偷吃。辣椒包肉可真香。嗯，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